啊，哥哥吃吧。啊，生个双胞胎的是吗？加油啊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东宝啊，人生第一次体验挖冬笋啊。今天算啊，重俊，吃重俊啊，哎，这口子好好吃，湘西人吃重俊，哎呀，好吃吧，好吃哦，你别打你了，这冬虫子不
炖白菜的菜就是好吃，莫夸我了，是真的好吃。我还不让牛，我想走了。炖白菜。哎，不要，不要，我确实。啊，好好，拿什么去？辣椒不能说好吃，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辣椒。这里面有鱼啊。你是牛逼吹的，辣椒好吃吧？还是世界上最好吃的？好吃。橙汁。你过去吃两个牙，再吃两个，不吃了。我感觉。谢谢我们湘西腊肉了，湘西腊肉，嘿嘿，多看了吗？大口吃，嘿嘿。东风炒腊肉，香远的，东风太少了，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啊，拜拜。